角那枚哭声，唯有心中泪。绿瓦下没有什么，唯有痴心醉。王爷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昨晚睡得很好，多谢王爷相救。你胆子太大了，敢一个人去长安。姚君有难，我定当全力相助。现在整个皇宫都以为你被烧死了。我突然就这么死了，太子会不会接受不了？太子，你满脑子就想着太子。太子这个时候反应越激烈，凶手越容易放松警惕。好事。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我们这样做到底好不好。我们这样做肯定是为太子好。王爷，燕小主说放火的凶手已经被抓入慎刑司了。是谁？听说是太监六喜。六喜？不可能，这六喜跟姚君情同姐弟，绝不可能做如此放火灭迹之事。看来这个案子真的要好好查一查了。刘嬷嬷这边你有什么线索？这刘嬷嬷是德妃娘娘宫里的侍婢，按道理来说应该很讲究宫规礼仪的，可是我那天在刘嬷嬷左手食指上发现了一枚断甲。断甲？我怀疑古井并非第一案发现场，其余的还没头绪。交给我吧。多谢王爷。不用谢。
参见永庆王，八辈了，年小主。把头抬起来。啊。怀里的东西拿出来。这是皇阿玛给姚军的另外一只手镯。你拿这个手镯干什么？这玉镯是百无药奴才帮其变卖的。变卖？奴才偶尔会帮宫里的太监卖一些东西到宫外，变卖的钱财拿一些回扣。你可知这手镯与一宗命案有关？贝勒爷饶命，奴才什么都不知道，奴才只知道帮人买东西，请贝勒爷恕罪啊。这个百无很有问题。八弟，你先带他下去，我跟年书远去试探一下他。好，起来，走。我们要怎么试探白无？如果真的是白无做的，你想，他最怕的人会是谁？是谁啊？你呀。还是鬼？还我命来！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要杀我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？我见你要去调查刘嬷嬷的死因，我怕你查出来，我太害怕了才会失手。我一定会帮你超度的，求你原谅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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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这样吧，我是怕吓不到他。其实还好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这个百无一定有问题。是的，我觉得他是做贼心虚。走吧。阿玛，您身体好些了吗？你瞅个机会将他入殓出殡吧。阿玛，妹妹她……哎，阿玛，这是……看完不要声张。年家千金一世求，殊途同归解复忧。缘尽早日归故里，安康此生已无愁。阿玛，这是……你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。年书元安。阿玛，难道雍亲王亲自？妹妹还活着，好，放这儿了啊！给我弄下来，那个水放在那边。
一个杀人灭口，一个毁尸灭迹，还杀死太傅之女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人是我杀的，跟六喜无关。娘娘，她说的不对，人是我杀的，尸体也是我毁的。你要罚就罚六喜一个人，你要杀就杀六喜一个人，与姚君无关。不，你们两人倒是情深意重。既然你们二人都抢着认罪，好，本宫就成全你们。来人，将二人。儿臣参见额娘。婢女参见德妃娘娘。你不是死了吗？额娘，此事回德妃娘娘，此事还要从百无偷盗玉镯说起。就知道你会狡辩。回娘娘，在停尸房起火之前，婢女在刘嬷嬷的手上发现了一枚断裂的指甲。就在婢女发现了这个疑点时，不料却被人从背后击晕了。杜鹃，娘娘请看，这枚断甲就是在百无和姚俊的房间里面找到的。由此可见，刘嬷嬷的确是死在了百无的房间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娘娘，奴婢从不曾做任何伤天害理之事，还望娘娘明察。且这断甲并不能说明什么，许是他年淑媛栽赃嫁祸给奴婢的呀。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来人，带过来。说吧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如有隐瞒罪加一等。回禀娘娘，昨天晚上百无找到奴才，交出一个玉镯让奴才有时间前去变卖，还说所得银两四六分。由于奴才见的玉镯并非寻常之物，才没有前去变卖，还请娘娘明察呀。大胆奴才，明明知道这玉镯不是寻常之物，却隐瞒不报，该当何罪？娘娘饶命，奴才也是见财起意，还望娘娘恕罪呀。额娘，看在这个奴才肯指证真凶道出实情的份上，饶他不死吧。看在雍亲王为你求情的份上，本宫就暂且饶你一命。谢娘娘不杀之恩，谢雍亲王救命之恩。死罪难免，活罪难饶。来人，在，将他给我拉下去，杖责二十，以示惩戒。这下你还想狡辩？对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是我杀了刘嬷嬷，是我嫁祸给姚君的，因为我不服，我不服。论眉毛，我哪一点比不过你？凭什么你被册封为八福晋，
既然我比不过你，我就要毁了你。小心！陆喜，刘喜，来人，将这个贱人给本宫带下去。刘喜，放开我！刘喜，放开我！刘喜，现在我也放不下这是我的可怜的老娘。我一定会照顾好咱娘的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咱们娘的。刘喜，刘喜，刘喜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，刘喜。都已经尘埃落定了，为何还要叹气啊？我就是觉得，在这世间，权力和地位就这么重要吗？为何有的人不顾一切想要得到它，还有的人想要敬而远之，却不能如愿？说的有道理，这人与人啊，是很难互相理解的。就像读书人说读书苦，种田的人说种田的累，也像我们两个人一样，你我二人的处境不同，想要互相理解，当然是难上加难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淑媛先行告退了。哎，去吧。殿下，年小主他没有死。殿下，年小主他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年小主他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而且他还查到了杀害刘嬷嬷的真正凶手，他已经从慎刑司里出来了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先洗漱更衣。殿下，等等我。李淑媛，你吓死我了。对不起，李淑媛，我还以为你死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，太子殿下，你这是去护城河淌水了吗？见过年小主，年小主您可算回来了，不然我们家太子爷要去阴曹地府把您捞回来了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不是有意瞒着你。这件事就瞒着我一个人是吗？不是，这件事情是可以瞒着所有人，只有这样，凶手才会露出马脚。我保证，再也不会有下次了。我也不会再让你有下次。以后，我会天天护着你，让你不会再受任何伤害。我们走。我们走。太子爷，穿上您的衣服和鞋。太子殿下，先坐下。这枚戒指不要再弄丢了。
是否意味着错过？好怕某天你双手紧握，掌心里伸出我灵魂是破，即便一语承诺是枷锁，也是唯一我不向你承诺。幸福的轮廓是让你猜测，我不要再多。奴才叩见皇上。这么急匆匆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起来说话。谢皇上。启奏皇上，青海巡抚八百里加急上报，青海郭罗克发生地方叛乱，知府被杀。什么？青海巡抚八百里加急上报，青海郭罗克地方发生叛乱，知府被杀。南九公，奴才在。传召六部尚书到御书房议事。这青海郭勒克地方发生叛乱，诸位都说说看，有何平定之策？启禀皇上，臣有平乱之策。说。皇上，据臣所知，青海郭罗克与其他部落冲突甚为频繁，如加以利用，必定可以策反这些与郭罗克有冲突的部落。一旦成功孤立郭罗克，其实力必定大为削弱，想必其他部落也会对其宣战。如此一来，必定能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既可以瓦解这些地方部族整体的实力，又可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。一番制番，不错。恳请皇上下旨，点拨五千兵马，臣愿立即前往青海，平定郭罗克之乱。五千兵马，你有信心？回皇上，当年岳飞元帅曾经说过，阵而后战，兵法之长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兵不在多，而在于精。皇上，臣有信心三个月内平定郭罗克之乱。好，诸位爱卿还有何想法？既然没有，连更尧听旨，朕封你为平七大将军，择日点兵出征。微臣领旨。皇上圣明。皇上已经答应让我在四川调动兵马，传旨钦差已经先行一步筹备粮草，此次我要先暗访，所以即刻就要启程。哥，什么时候走？今夜便走。我走后，你要好好照顾双亲。嗯，哥，此番前去一定要加倍小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双亲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等你回来。公主，你要的衣服都准备好了。你还愣着干嘛呀？快来帮我换衣服。是。见过姚小主。姚金来了。姚君，给惠妃娘娘请安。快坐吧。谢娘娘。坐。
妖君呢？嗯，最近在纳兰府过得还好吗？回娘娘的话，妖君在府上很好，大家对婢女都很照顾呢。那就好。哎呀，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。嗯，我听说御花园里的桃花又开了，今年开得格外红，不妨你陪本宫走走。嗯，是娘娘。皇上，可是有日子没出来散步了。是啊，您看这景色。嗯，九公啊，年羹尧走了多久了？回皇上，年羹尧走了有三天了。啊，参旨，命四川提督岳钟琪务必全力配合年羹尧平定郭勒克叛乱一事。这，皇上您就放心吧。哎呀，这桃花开的可是真好啊！我记得当年老祖宗就是最喜欢这种花了。妖君呐，嗯，这宫里不比在家里。过些时日，宫里的嬷嬷会引你进宫，教给你一些宫里的规矩。过段日子，你可就要辛苦些了。嗯，多谢惠妃娘娘关心。参见皇上，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青石粉黛一人渐渐变路人，安逸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。有缘吹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，爱过一抹红尘。
花无成蝶，轻摆凋零我自认，地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盆，一路人生独守难敌世人，人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情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红痕，恨天又深，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轻摆凋零我自认，地宫无非错对，在梦里失魂，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盆，一目人生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情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，青春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，一目人生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，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情丝辜负了眼神，怨天尤人，无奈心深，只留一道空门，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，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值得我们一笑倾城。